Hello，星期五摘條吹又同大家見面，有個魚缸同台長啊！哇，天氣開始涼啦，咁啊，大家都着緊件衫啦。我今日都要着住件褸開工啊，去到中午除翻件褸，跟住過咗2個鐘頭又着翻，唔得掂，真係應該都好多人唔舒服啊，病病地咁樣，連我都係啊，真係唔係好妥。OK，好啦，咁啊。呢個月咧都比較靜啊，啲新聞成咳哩咳啦。咁啊，不過咧，日本就可能叫做冇乜新聞，冇乜大嘅 AC 新聞，不如周邊新聞就多啲。OK，咁啊，去同大家碌一碌下新聞先啦，唔該台長。好啦，一開波送下禮物俾大家啦嚇。咁啊。你送啊？啊，梗系唔系啦，傻嘅，送个消息俾大家啫。好啦，咁啊，之前讲过啦，我大只咗，傻啦。今次唔知有冇人目逼，OK，冷静。好啦，咁啊，雷姆又翻嚟啦。咁啊，之前啦就讲过啦，价值16万英嘅等身高雷姆。咁啊，当然啦，有人买啦吓，160万英。咁啊，依家隔离厂啦。頂佢個肺，你同佢整個半身雷姆胸像，咁啊價值幾錢呢？3毛零，黐線，18,000、100,000、200,000、24,000英，未計税喎，咪平咯。平咯，台長都話平。佢係接近1:1雷姆嘅胸像，70cm 高。哇！你真係可以攬住佢瞓覺喎呢件嘢。吉手嘅，吉手，大姐，吉吉手，手喎。吉手啊！見佢啲衫袖、裙腳成嗰啲，全部尖不甩嘅，唔吉手，啊？係咪？嗱，唔知啊，呢件事真係唔知道硬就梗嘅啦，啊。咁硬交就梗啦。嗱，不過硬就梗啦。不過講真嘅，佢呢只上色靚，睇圖啊，圖上色靚，睇圖上色靚嘅，唔知有冇 PS 過？係啦，咁啊，基本上 PS 就梗噶啦，基本上都應該唔會差太多嘅。係啦，你見到個側面咧，雷姆粉咧就應該都冇乜點死噶啦。不過如果23萬，即係我當你齊頭20,000港紙啦吓，差唔多啦。23萬，23萬4千未計税啊，你計計埋埋税。税。差唔多啦，唔足20,000。2萬到啦，係咯，兩萬到啦，你係要咧，但係你運過嚟一個問題喎，70cm，自己搭飛機去旅行的啦，70cm，咁啊，佢就預計啦，2019年嘅10月出貨，即係佢揾1年籌期啦，睇下有幾多人會訂呢只嘢咁樣啦。台長要唔要撳個預約掣 唔怪，我都冇 log in，驚你咩？OK，咁又係，好啦，咁啊，基本上啦，雷姆咧其實咁啊，雷姆真係玩咗幾年，玩咗2年、3年，都仲未死喎佢。啊，佢人氣都，雖然我唔係好中意呢套嘢，但我睇晒。屌！估唔到佢個人氣度可以去到呢幾年都仲係冇跌過咁樣，咁上 cosplay 界都仍然有一堆係一堆啊，一堆雷姆唔停咁樣，不停咁繼續 cos 雷姆。呢啲窮鬼玩景品算，過唔到海關啊！過到嘅 figure 過到海關嘅，不過。oversize 就另外一件，應該都冇 oversize，定係個 gap 啫嘛。我呢個七 gap 十蚊啲，70你當最大個 gap 28寸，30寸最大。你當30寸 gap 咯，但係30寸 gap 就一定要咩嘅咯？一定係想入倉嘅喎，記倉就梗嘅記倉咯，25寸都記倉啦。25都仲執到上哦，咁冇啦，上一定劈包果，劈包去，踢包哥走噶啊，劈包果啦。走啦，嗱嗱嗱嗱嗱，唔好講嗰只雷姆啊，
嗱，另外一隻雷姆嘅 ，OK， 你再講其他雷姆，我會同你講高達。OK， 咁啊，幾時出第二季啊？講高達隻雷姆啊？係啊，千祈唔好吹其他雷姆，一吹其他雷姆玩到癲。OK， 幾時出第二季？咁佢就預定應該就下年，因為都講過下㗎啦，下年會出啦。很快都下年春翻。春翻啦，你預春，你預最快春翻嘅，最快下年春翻啊！咁啊，佢都係預定個期嘅啫，其實未實嘅，好多嘢都過唔到屋企個海關。嗱，咁過唔到屋企個海關咧，就掛字你。係咯，過唔到真海關咧，都係掛字你。好難喎，過唔到真海關，你都係捧住 figure 啫嘛。唔係，因為始終太大嚿咧，佢唔知乜東東啊。嚇！鑿開你，照你 X 光，照你 X 光還好，爆你傷。我自己拆，我自己拆。我諗宇光未試過，或者我諗應該有啲巴打可能聽過噶啦，都因為以前我諗近年少啲嘅，以前試過係真係有巴打，真係勇者嚟嘅，係勇者級噶啦，佢。直頭係點講啊？唔係動漫 figure 嚇，佢真係運隻 Mary 翻嚟，日本嗰啲喎，廿幾即係起碼廿幾三萬起跳嗰啲喎，人咁高喎，係啊係啊，佢報海關嗰時真係要寫明曬嘢成升玩具 Mary 咁樣，即係唔係話升唔升玩具？你好明顯要講，即係要。表明不是拿來賣的，報清楚咯，報清不是拿來賣的，自己用的，自己用啊，成啊，跟住照 X 光個海關差點以為他真的販賣人口，跟住當場要好煩㗎呢啲，我嗰時八個呢單料係個報關搞到好煩㗎，煩過前排阿瑞士佬嗰單㗎。哦，咁係呢個真嘅，OK， 咁啊，我設台中話事計啦，咁可能會瀨嘢啦。不過呢啲半身像就可能易搞啲嘢，因為70cm 又話大唔大，話細唔細，一來 size 話大唔大唔細啦，二來佢半身啦嘛。你即係可能照 X 光，你係見到得半隻啫嘛。你可能影到個底座，你知係即係啲雕像之類嘅物體，可能易搞啲咯。應該會係咯。你可能調翻轉之前86,000嗰只全一比一，你可能就係販賣人口嗰間嘢。咁大隻眼嘅一個人，唔會啊！照 X 光睇唔到眼啫嘛。啊，咁又係。你就係見到照星光睇到個人形，你見到個 model 嘅啫，一個 model 人形，你睇照唔到有骨啫。嚇、啊！你會拗頭噶嘛？咁係嘅，你照到個人形你都驚啦。誒，我當年試過買啲遊戲機配件嚇過關，佢都望到唔知乜料，問我做乜啦嚇？當年以前Saturn年代有部碟機噶嘛？哇！因為香港冇入噶嘛嗰部嘢。冇啊！我真係日本台一部翻嚟㗎，嗰時喺機場俾咗海關照我費㗎，喺日本海關照我費啊！日本海關？係啊。唔俾你出啊？爭啲唔俾出咯！我海關自用㗎。哦，一部嚟喎。一部咋？一部咯。我拆盒就可能好啲，我連盒走因為。哦，收藏家嗰啲玩法，唔係收藏家，我費事。喂，磁碟機啊，大佬，等一等就掛噶啦嘛，嗰年代都係。磁碟機係，梗係連 pad 走啦。係真係麻煩啲嘅磁碟機啊！咁我仲唔敢寄倉啊！我自己另外有啲唔行李載唔到嘅嘢，攞特登買個郵 box， 攞個紙郵 box pack 好上。上架㗎，上手提上架，係啊，呢啲真係要小心啊！呢啲，部嘢仲喺邊度啊？喺度，壞咗未？未，部十吞壞咗啫嘛。十吞呢啲揾到嘅，你依家呢個世代黐膠花嘅乜春舊機都揾得翻出嚟嘅。不過冇咧，嗰嚿其實你，因為嗰時就算有 modem 都好，都唔會特登攞嚟用嘅。嗰部攞嚟，衰啲講係 backup safe 嘅啫。你當。
當 power memory 使嘅啫。OK。啊，所以嗰時玩咗陣，搞完試下俾下 up， 儲下 save 算嘅啫。跟住又放低咗。搞嗰啲咪特別嘢。啲詞料都收咗皮啦。屌 S 哥咪話啲宗教像，咦嗱宗教神像你隨時攋嘢添喎，認真喎。確保。唔係未必咁易入口啊！啲真係出口都係。係啊。都係佢。喂，你話佢宗教神像，佢要諗個佛像，你咪賴嘢？嚇，係啊，啊，除非你好去完巴西耶穌像下面買嗰啲細細個耶穌像雕像，又或者你話單單隻即係紀念品 size 啊，俾你啊，嚇，即係大隻，你真係攞嚟供奉噶嘛？呢個係真係供奉嘅，人哋問你咩教類冇教咯，咁啊，哇！即係過海關唔驚，驚佢要拆雙城，要驗嗰個煩啫。啊，不過我覺得點講咧？依家有好多海關，睇下你好唔好彩啦。嗯。佢會放你走嘅。唔係，翻香港就唔難，因為香港嗰班大部分都唔理你嘅。嚇、啊！香港海關大部分唔理，加上香港海關大部分，我識起碼最少有十零個都係做海關嘅獨立。啊，讀唔讀再計，所以基本上佢唔會理你，就走啦。讀再計，佢未必會截你先啦。嚇，即係你唔使報關啫嘛呢啲。咁啊，你唔使報關啫嘛，佢唔會截你先啦。嚇，係日本海關嗰個煩少少啫。日本海關都有嘅，都係出入境都好煩。嗱，日本海關冇宅你，我打死都唔信嘅。有，因為我遇過一個。我自己住嗰個有，黐線啦！我去咗兩次日本，我拎嗰啲細細 pack 嘅 pack 裝袋，嗰陣時買輸送啫嘛，揸鼓啊嘛，跟住之後佢一定 check 你夾噶嘛，什麼揸鼓啊？啊！我之前頂鴨嘴帽係照回噶嘛，哦，一行過海關，過海關入就入我入房啊，啊，入房。因為見到一代二代，哈哈一代二代又古怪，入喎房搞完一輪 check， 原來衫全部衫啊成嘅，因為我嗰時翻日本，我係翻日本嗰轉嚟嘅，即係讀書嗰陣時，跟住望到我頂帽，同我講句照萬歲先走啦。於是，我俾人 check 完啦，跟住之後問我靚唔靚台唱啊？係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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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係。歡迎你嚟日本啊！黐線，笑到肚都攣埋。十七歲教另外一件事啦。十七歲教新成員喎。係咯，一個永遠十七歲啦，終於 OK。原來踢爆咗有條件嘅喎。嚇！吹唔漲。唔係個條件最好，唔苛刻，但係其實幾要接近 double 喎。三十幾歲先俾你入教喎。啊！佢吹啊！佢又黐啊！是不是咁佢得嘅，佢得嘅，咁冇辦法嘅，十七歲。OK， 好啦，咁啊，睇下有冇勇者啦，有冇勇者走去買呢只 figure 啦。或者下年 CP 會唔會有人擺出嚟啦？嗱，CP 如果擺檔又真係唔驚嘅，因為佢哋起碼擺明擺得檔嘅都正途入，驚曬，一定驚曬代理入嘅嗰啲，走啦，唔會死得去邊嘅。OK。最多咪去芥廠敲門嗰個，係咯，好啦，我想嗰只啊，係咯，好簡單嘅啫 ，OK， 咁啊，睇下大家有冇興趣啦嚇，記住係20,000港紙左右啦嚇，未計運費啊，自己搞掂 ，OK， 好，下一單唔該台長，你等先啦，好啦，咁啊，其實即係對我哋宅宅嚟講係冇乜問題嘅，見慣見熟，見到冇乜感覺，只不過近年啊。即係開始近呢個2020奧運，咁其實日本好多嘢都開始慢慢揸緊啦。啊，揸緊就緊嘅，因為一來奧運啦，二來呢單係發生咩事咧？我哋日本，我哋二手聖地乜啦啦騎，係咁又好多年噶啦，都五年定十年前喺老秋開咗間大鋪。以前西鋪嚟嘅老秋嗰邊，係前幾年就換咗大鋪，直頭有曬有，直頭成棟都係佢咁仔嘅，好鬼型嘅，黑掹掹嘅，開曬啊，好型嘅，好型嘅。咁而家俾人投訴咩？嗱，攞下啲
啲全裸，啲全裸，全裸開幕就黐曬黐曬喺門口俾人睇。啊，投訴啲乜咧？因為隔離就係嘅小學。好近嘅就係行兩步就係老抽嗰唯一一間小學校。係啊，隔離就係小學。昌平小學校，昌平小學校最近啦。係超近。兩步嘅啫。啊，問題就係仲要幼女喎。係。係想點啊？幼女喎、啊。死埋死曬兩份。啊！落校出幼女。係啦，咁啊，其實呢單嘢咧，好話好聽，只不過幾日前啫。咁我禮拜頭嘅事，依家咧，因為俾人哋插啊，插完之後紅咗聲轉咗啦。應該收翻嘢啦，都收咗噶啦。收翻啊！轉頭收咗噶啦。所以喂啊，點解嗱？雖然大家作為讀讀真係。冇乜問題嘅，但係你咁樣做未會太陽咧？係啊，未至於太過分啩，太明目張膽啦，有啲時候，所以有少少 over 咗成件事。咁啊，好彩佢都算識收。我咁乜單其實啲老屎忽醒爬嘅，識做嘅。其實佢想攞嚟洗一曬面曬兩日嘅啫，或者。漏一漏啲拿撈河粉入場咯，咁我係嘅，係咯，電影都想用撈啊，一定撈啦。好啦，咁啊拿撈河啦，上電影啦，咁啊睇下咩啊？一鋪羅嚟，我真係斷咗幾耶！呢啲係你嘅問題啦，係咯，誒你有份配㗎。驚咩啫？係咯，你個名有份配，所以我唔知點解我係呢套嘢好似冇點樣睇曬，唔知點解。我唔係好中意菲特蘇。OK， 咁啊呢份嘢啦，咁事關就係因為全裸風波問題，加上隔離有小學，再加上呢個202啦，咁你。去抽業員，你可能冇咁多呢啲閃光體。唔係，其實閃都冇咁多閃卡。閃還閃嘅，真嘅咁多年來閃還閃，你唔好喺街閃，啊、你好閃出街。嗱，因為老抽嚟就，所以講鹹啲鋪唔係冇，有 A V 鋪唔係冇，有即係賣啲過火比較過火嘅 A V 嘅動漫嘢唔係冇，但要上樓咯，甚至。有即係就 JR 車站出嚟行兩步有一棟成棟賣 test toy 嘅，成棟 test toy 嘅，成棟都仲有，係咪先？係，大家覺得相安無事㗎 ，OK 㗎，你唔好做到咁陽咪得咯。嚇！咁今次得啦，其實呢下即係嚇，可能辣一辣啦，係啦，有啲可能負責貼嗰啲兄台自己啊火鬼冚眼唔覺啦。羅莉揞眼唔覺意，唔係，因為我驚問題就係，因為又整咗啲咁嘅嘢，最慘就係隔離小學，咁佢搞街啊嘛，係啊，佢搞下，一陣又搞上去啲麻煩政府，又走嚟對 ACG 界，啊，陣間又提翻停留點作，又乜乜乜咁樣又煩啦，陣間又提翻啦，新世紀青年小青少年法嘅又打交啦，勁煩啦呢件事 ，OK， 我唔想你阻住我。永遠都真係呢幾年係咁同我彈啲聖光出嚟，我覺得好乞人憎，阻住曬，好唔 match 啊啲嘢。OK， 咁如果隔離拉麵鋪喺小學隔離，陣間嘅夾風女女未攬曬嘢咩嚇？哎呀，即係你講啲拉麵姐姐啊，算啦我。真人冇另外一件事㗎，真人 OK， 冷靜啲，真人另外一件事嚟嘅。我終於明白你講乜啦，我覺得都係煩嘅，啊都係煩嘅，不過算啦，由佢啦呢啲嘢，真人兩件事嚟嘅。日本有冇啲家長會唔會恥香港啲怪獸家長？差唔多嘅啫，都係差唔多，都係咁瘋狂，要起上嚟都係傻嘅。咁又係冇辦法嘅呢啲 ，OK， 好啦，咁啊大家如果前排咪提過咯，八、啊、月嗰陣時提過咯。好似係 BPO 俾人投訴話深夜翻點解播啲深夜番嘛？啊！深夜翻點解唔播深夜番做乜嘢？深夜翻點解俾細路點解播啲唔俾細路仔睇嘅嘢，俾得細路仔睇嘅嘢啊嘛？深夜翻瞓覺。深夜翻嚟啊嘛！係咯，深夜翻就唔俾你細路睇噶嘛？啊！哇！冷靜啊！順手 call SBI 啊！啊！呢班人真係啊，好唔冷靜啊！
哇，好唔冷靜啊呢班。O K 啦，我再嘈再嘈，我 call FBI 啦。O K， 好啦，咁啊睇。FBI 我先要。瞄咗佢。好啦，咁啊睇下啦，可能未來呢幾年秋葉原可能會有少少整頓啦。啊，而家真係會有啲整頓嘅。整頓啊！所以大家都醒定啲啦嚇。O K， 好啦，下一個啦。呢單就真係有少少大鑊啊！嗱，呢單就咁寫咧，大家唔覺眼嘅。係。咁我揾翻條 link 先，我就入翻條 link 先。留呢度啦。等一等啊，錄一錄。係。NASA 咧就啱啱前兩日報出咗個咁嘅 website。係啦。同大家講咧，我報我擺一啲新星座出嚟。新星座，系啦，嗱呢個 introduction 都見到只哥斯拉啦，咁大家知咩事啦？系啦，哥斯拉。好啦，咁講真，哥斯拉三部曲啦，最後一部啦，就喺11月上啦。係動畫版就上啦。係啊，啊11月上啦，咁啊咁啱 ，NASA 就最近咧就公開咗呢個伽馬射線天體構成嘅22個星座。即係 NASA 佢哋自己透過伽馬射線走去構思出嚟嘅星座。嗱，好簡單。咁呢個咩？呢個 website 或者相關係咩嚟咧？咁NASA 有個衛星嘅，嚇，就專係用伽馬線去觀星嘅。係。咁十年啦，行咗十年啦，舊嘢。咁啊，十週年玩啲嘢啦，揾啲嘢玩。咁佢就將呢十年嚟集埋嘅伽馬線星嘅一啲資料咧，就做咗個星座圖。係啦，咁啊，其中一隻係咁嗱，哥斯拉咧，哥斯拉呢只咧，東寶 OK 嘅，嚇，東寶認咗嘅，認，東寶認咗嘅，一定認。嚇，咁我就我睇咗噶啦，其實 website 咁咧，我就揾啲大家會識嘅嘢。喂喂，講真，有冇人認唔到先？呢嚿係乜春秋？認真，有冇人認到先？咁啊，都四孔旗記者全部啦。嚇！嗱，佢對落富士山。富士山啦、啊。先啊，嗱呢度就做金門橋。啊！美國金門橋。咁啊，佢係夾住個愛因斯坦。啊！呢、這個真撲街，夾住愛因斯坦。嗱，你話冇到冇咧？得隻哥斯拉咩？冇動漫嘢咩？沒有 ，Marvel 雷神取，雷神取，隔離隔硬嚟嘅 ，Spiderman 唔係黑寡婦，黐線啦！佢真係蜘蛛啦，大隻蜘蛛啦，但係佢寫住黑寡婦咯，因為黑寡婦係蜘蛛嚟嘅。係咁啊，計蜘蛛啦，唔係計 Avenger 嗰個啦。啊，咁咪 M 嗱，阿水流話 M 七八星雲 ，M 七八星雲存在嘅，係存在嘅。其實你揾星圖係有嘅，呢樣真嘅。啊，只不過唔係我哋歐查明個 M 七八啫。冇錯。我揾埋阿邊個先？阿大隻佬先。大隻佬，唔係喺上邊。你對咗呢度。好啲。變形金剛啊！喂啊 ，Marvel 都出埋啊，點玩啊？咁啊嗱，咁其實係我咁班啊，未必過認到嘅，有一個係啊先啊，我撳曬先，係啦，羅馬鬥獸場啦，薛丁格的貓啦，會唔會有巴打暈暈地啊？幾暈地啫！啊呢度，係啊，侯克羅對落，係 Doctor Who 隻時光機。系啦，所以而家搞到又冇逼，唔会啊，真系唔会搞呢啲，唔会搞声优噶。唔系你望有个傻佬搵到小华星，跟住明明又冇逼咯，系咯，呢个易啲嘅。或者你搵到只新星，跟住之后咪改名叫又冇逼星咯。系啊，总之你搵得到嘅，你够姜关你事噶，你可以明明噶。總之你揾到就得噶啦，好似香港嗰個靚仔，依家都唔靚仔啦，都青年啦，依家嗰個。係。嗱，我都唔記得叫咩名字，呢個要佢自己揾喎。
OK， 好啦，咁啊，點解啊？星座唔係應該話係由國際天文聯合會定嘅咩？咁啊，應該正常都係咁嘅。甩曬有解嘅呢單嘢。係啦，咁咧，因為呢扎星座咧係因為由 NASA 自己嘅伽馬射線去射出嚟嘅星座，所以其實由佢哋自己命名，其實都係玩嘅啫。講真，一來玩啦，佢哋自己都係玩嘅啫。佢有講因為始終用伽馬射線個衛星去睇嚇，咁其實就用同肉眼睇嘅唔同嘅，係啦，即係出嚟個星圖唔同噶。咁所以連出嚟啲星咧，其實就同你係你真係望住個天咧嚟連翻嘅。連到，所以伽馬射線你好難會見到，除非你揾到數碼紙，揾到 digital 你就 OK 噶啦。咁啊，揾到哥，即係如果，但係呢樣佢命名為哥斯拉咧，啊，唐振碌翻只哥斯拉度先，係啦。佢點解會命名哥斯拉呢？咁其實我諗啊，即係好多人都構思緊啊，係咪同哥斯拉嘅放射熱線，即係我哋嗰陣時熱啊嘛，放射光速放射熱線咁樣。唔係話原子火焰。係啊係啊，啲類似啲咁嘅名啊。有可能。佢有講哥斯拉點解係點解即係點解有哥斯拉呢個座？就係話哥斯拉噴原子火焰嗰樣嘢，就好似伽馬線爆gamma ray burst 啊嗰個天文現象啊咁樣，係一件好高、好有能、好有 powerful 嘅能量喺度爆發出嚟嗰樣嘢啊，所以就諗咗哥斯拉，整隻哥斯拉出嚟啦啊！嚟老闆，你咁都諗得，佢就幽埋彈火喎。係啊，就係要噴出嚟嗰下啫嘛。你見到㗎，有一粒星特登係火嘅其中一點嚟㗎，係啊，最篤篤嗰一粒。所以基本上呢件事是他們自己都是自嗨的而已，基本上正常人真的看不到的，真的玩的，真的玩的，那麼大家開開心心玩一下，這樣咯，笑一下啦，笑一下啦，弄了22個奇怪的東西，那麼大家如果再想去看多些他的資料呢，那麼可以去 NASA 博物館網上看啦，那麼也都有更加詳盡的解釋的，那麼這件事真的不得資料。咁啊，十一月哥斯拉上啦，香港都好似未上啊。香港應該排緊。第二集先啱完啫嘛。係咯。盧玩部女啫嘛。不過提到哥斯拉咧，啱啱見有單新嘢。係。明年推出呢個哥斯拉檢定考試。點樣檢定考試啊？考你熟唔熟哥斯拉咯。哇！我就知道上年世界 cosplay 賽有哥斯拉同幾大哥斯拉啫。仲要出官方雞精書，咁學完有啲咩啊？有官方雞精書，有咩用啊？攞住張證書咯。證書啊！我對哥斯拉好認識噶。咁啊，日本仔中意考試啊嘛。咁又係。乜檢定咪檢定，大把試你考。係咯，高達檢定證書嗰啲嘢。咪咯。啊！終於讀哥斯拉啦。咁啊，睇你點樣玩啦，哥斯拉。應該都。因為明年就65周年，應該有啲假作噶啦。係咯，又放曬啲舊電影出嚟啦。咁何鳥嗰套入面就等緊上咧。啊，係咯，等埋佢上先。係咯。上完之後都係繼續睇，等睇翻啲舊電影啦。我諗下年都應該頻頻咁播噶啦，電視台會不斷重播。噔噔噔噔噔噔。最唔好睇嗰只飛蛾。我先 OK 啦，麻麻啦，真系一般般嘅啫。睇边集咯，第一集系闷嘢，第一集咯 ，OK。我师奶第一次出场闷啲嘢，的确。系啊，另外一件事，哇，都好耐啦，我都系攞翻啲 L D 出嚟睇。OK， 好啦。唔系老人打唔上咁咩？错啊！好，下一个台长，好啦，咁啊。呢單咧，其實都叫做今日嘅主題之一嘅，係啦。咁啊，我諗大家都識得頭中文頭嗰幾隻標題中文字㗎，電車啦。咁啊，發生咩事咧？
米底啦，無聊得滯啦，美劇版走去電車啦，走去整咗個米啊！屌，我唔知你話真係戇鳩鳩，即係美國嘅宅男有咩啫？其實美國基本上多數都係宅男，好似阿咪嗰啲嘛，日日夜喺度死宅爛宅都邊做乜鬼嘢？咁冇噶，冇消遣噶。啊，佢自己都講冇噶，冇消遣噶。喺屋企儲夠錢，咪翻嚟香港玩玩牌，玩完牌跟住之後咪繼續翻去咯，繼續宅過咯。咁啊，冷靜啲啊 ，OK。好唔冷靜嘅啲人，咩痴漢冇痴漢呢度 ，OK。好啦，咁啊，電車男啦，咁啊，依家就叫做美劇化啦，睇下會唔會賴嘢啦。咁啊，佢依家就話啦，一話就會有30分鐘啦，半個鐘頭版本咁樣逐集播啦。咁啊，哇，其實～好啦，講啲主角先。主角群咧，咁啊，暫時啊，都仲未公布曬。我冇純粹話咗會拍啫嘛。啊，話咗會拍啫喎。講咗監製乜水？監製導演係劇本所以呢講我講出嚟都冇餘你唔識噶啦，所以唔講。唔係因為全部都係啲。做開啲咩音樂劇啊、電視啊、Hairspray 呢套電影，我相信冇乜巴拉知邊套咯啩。正常都冇乜人知道。如果賴嘢都可能係主角太靚仔，唔知道啊呢樣。冇啊！我望到第一件事，我都諗死，有咩卡士可以出到嚟？真係唔知喎。因為講真嗱，近年太興買靚仔啦，入咩美國係咯，興得滯啊！你係靚得滯啊！就算係 Big Bang Theory 都好嚇 ，Big Bang Theory 已經最窄嘅窄劇啦，入而家美劇嚟計嚇，佢啲主角都唔夠柒碌嘅，都係正正常常樣嘅。嗯，咁啊嗱，想當年啦，《電車男》係一部叫做勵志劇，預習族嘅勵志劇。嗰下先至笑到肚都攣埋，我作為一個樂塔，佢同你講個禮乜嘢字啊？但係咁成班傻佬教條傻仔溝女，咪呢樣例子咯，溝到條女咪例子咯。係咯，好溝唔溝住溝靚女喎。OK， 呢個年代就變曬用手機 WhatsApp 教溝女。哦，呢家呢個年代嘅速成文化啫變咗。好啦，咁其實依家就可能會變做音樂劇喎。唔係話咗音樂劇，係啦，話咗音樂劇，但係佢點樣音樂劇法咧？飆啦啦啦咯！第一啲見到單挑市已經有人話飆發啦啦啦！大家會覺得係咩音樂劇？會用啲咩音樂咯 ？Miku 跟住喺度跳啦，或者會唔會啲唔知乜乜教團嘅出嚟啦 ？MMD 啊？唔知道啊，真唔知啊，可能會走咗某啲教團出嚟都未定，睇下佢點樣傾翻嚟啫。或者睇佢落啲咩落去啦，真係。Luckily， 唔知啊。會落放啲咩落去啦？因為一來冇，即係啱啱公布話做啊，個劇本未出，佢會用翻電車男本身嗰個時間啦，即係15年前啦，14、15年前啦。即是2000年左近啦，系啊，定系而家咧？因为已经差好远噶咯，其实差好远。仲有外国人啊，比较常认识嘅动漫唔多，可能会变咗吃沙啦。又未到嘅，又冇咁大镬嘅紧。嗱，如果以翻点讲咧？如果时代背景用翻近年咧，吓美国反而旧啲。竟然係咁，始終近五六年多咗叫做正式好、半正式好，甚至由非法變合法嘅渠道都好睇翻啦嘛。係喺歐美多咗嘛。但係班叔叔會唔會睇翻先？同你音樂人
唔知即係個個環境上，你會覺得喺歐美係易咗揾、易咗睇動畫嘅，睇日本動畫嘅呢樣就呢樣真嘅，呢樣就緊嘅。定又或者係佢就翻美國佬自己，佢唔係玩日本動漫咧，歐美漫揾翻歐美嘢咧，同你講。同你講下電車男係 Marvel 迷咧？咦？咁就要同佢傾下偈啦，同 Marvel 貴咯呢個 logo。嗱，因為要計你真係一個宅，你可以好煩啫嘛。嚇！你好似電車男自己本身，佢真係一個二青友，係一個作為一個二青友，可以有幾宅。幾狹窄嘅窄又得，幾闊落嘅窄都得，冇冇。即係依家叫做邊緣啊！冇關係噶嘛，係咪先？係啦。啊！二來電車男最緊要點個電車男點解係電車男？佢唔係佢本身個人窄啊嘛，佢碌窄啊嘛。咁係。佢外形係窄啊嘛。第一集叫你唱《高冷殺手》。唔會。都好啊。我驚佢喺度唱宮崎駿嘅。唔係我嗱天空之城啊，龍貓啊，剛才提過啦 ，Big Bang Theory 嚇 ，Big Bang Theory 其一啦，近年做得似樣嘅宅劇啦，美國。咁另外有套網劇嘅，叫做醒唔起個名添，應該譯翻可以當係阿宅偵探之類啦，就講查案嘅，成個鎮咧，成個鎮都係宅嚟嘅。宅鎮啊，係啊，宅鎮嚟噶。周因為個主角嗰 pair 唔係主角係一 pair 差佬，係咁男主角係肥仔，成日肥仔真係一個宅佬，一個宅樣噶啦。咁佢查案咧，佢唔係正常諗嘢嘅查法，佢用宅嘅方去查嘅，所以佢突然間得即係佢會諗到點解嗰條友犯罪啊？因為嗰張 Pokemon 卡嗰啲嘅柯南上身嚟，柯南上身嘅。咁嗰套我睇過就 OK 嘅。啱宅睇嘅，啲啃係識笑嘅，即係呢份度你唔係鬼佬都好，你明佢笑嗰啲嘢嘅，因為都係啲宅嘢，係，譬如落場鬥卡就呢邊攞張 Pokemon 出嚟，嗰邊攞張藍黑龍同佢鬥啊嗰啲，抽卡誒啲例牌動作嗰啲啊，抽卡搭張卡出嚟，你呢邊 Pokemon， 但係嗰邊係遊戲王你玩嘢啊，嗰啲咧 ，OK。米巴打，唔知啊，問下佢。即係美國本身有啲已經有班人做緊一啲好窄向嘅劇嘅時候，其實呢套會點玩咧？可以真係可以留意一下。係啊，甚至成日都即係周圍拍片啊，即係好似早半年啦 ，YouTube 先無啦彈咗條賣初版噴火龍。係。跟住。條光頭佬唔知價，叫條專家，叫個專家過嚟話呢張卡唔火嘛？啊，噴火龍初版有幾值錢？跟住之後撳完個數字出嚟，跟住之後個老闆哦，是嚟嘅，哦，唔一張紙嚟啫喎，點解咁值錢嘅？唔明啦，佢又係啦，咁啊，就係因為呢張紙，就係因為呢張紙值錢。咁點解張紙咁值錢啊？咩叫洛陽紙貴啊？係啦，咁啊要摘嘅話，咁其實鬼佬我諗都開始都想踩一踩呢啲咁嘅界線。鬼佬玩摘橋有佢一套嘅，嚇！但係你話香港人 buy 唔 buy 咧？其實我睇過就應該 OK 嘅，一啲啲啦，即係唔係你起碼知啊？嚇！知佢嗰個啃啊，你笑唔笑都再計啊！50万美金，哇！咁記得嘅啲人，都唔記得啫。我都唔記得咗個價位啦。啊，好似三張定一張，我唔記得咗啦。啊，總之幾廿萬美金，黐架花嘅。OK， 好啦，咁啊，今日嘅主題啦，都係電車男啦嚇。咁啊，我哋就重温一次呢個電車男啦。好，台長唔該，去一去蒲。等等，咁啊呢個啦，哇！呢張圖都2005年，2000几年咧？
四年。頂版零四年。係零四年，咁啊電車男，咁啊廿二歲嘅電車男，咁我有人認得呢條友係邊個先？嗱，首先一個問題，有冇人認得佢係邊個先？啊，咁啊雖然近排都紅到去到極點㗎啦，佢作為一個宅，佢冇死錯人啊！呢套嘢真係冇，呢套嘢真係冇死錯人啊！咁啊，應徵下雲啦、啊！應徵下雲，唔係傻，山田孝之、啊。應徵下雲，山田孝之啊！阿波勇者認得都係睇電視哦，認得名，認得。山田孝之係啦，電視版唔係山田孝之喎，電影版先係山田孝之喎。嚇，咁啊嗰陣時啦，電影版由山田孝之同埋呢個中谷美紀啊，中谷美紀去合演啦，係啦。咁啊，好似頭先講啦，真係一個宅男碌，即係西褲涉恤衫，咁啊件綠色褸，就唔知點樣襯出嚟嘅。應該話係咩咧？90年代到2000年左緊，日本人心目中嚇一個宅嘅衣著，就係電車人呢個碌。是格仔恤衫、西褲、波鞋、外套就是但噶啦，一定要孭，一定孭背囊。系啊，即系一個 stereotype 嘅嘢，一個好系啦，一個印象嚟嘅，對一個印象嚟嘅。咁啊，中谷美紀啦，即係呢個愛馬仕小姐啦。係。但電影版其實我覺得比較老咧。嗱呢okay. 樣有解嘅，因為真係原本電車男條 fit 嚇，佢提過嘅，佢大哥提過嘅，我話是個樣係似中國美紀嘅，係所以特登 cast 翻佢嘅。咁啊電影就是但啦，話知佢啦 ，OK。咁啊當時啦，咁呢個2004年嘅電影版出咗啦，咁啊震撼咗成個亞洲區。中港台日全部紅本聲爆咗出嚟，然後咧香港其中一樣啦，用咗電車男嚟標籤我哋啲 otaku 啊，其實我真係好耐，又係好耐冇講過呢個字啊，嚇，老唔老女另外一件事啦 ，OK， 咁啊人哋做戲做得好睇啊，嗰陣時都好後生噶 ，OK， 好啦，咁啊嗰陣時都。香港影響好大，電車男。點講咧？成為咗個風潮啊，可以叫做。算係啊。嚇！突然間，傳媒好留意咩叫宅啊。嚇！跟住紅一聲嗰個時期。咩叫宅？咩叫度？咩叫 cosplay 啊？咩叫 cosplay 啊？咩叫電車？嚇！跟住之後。即係堆類似，即係似係又唔似係嘅嘢出咗嚟噶嘛。嚇！就係。最夠膽死就係喺我玩緊 cosplay 嗰期，啲人問我做嗰啲唔好啊，出去拍嘢啊，玩下嘢啊咁樣。然之後轉個頭，死人動漫節直接同你講個扮嘢大賽改名，轉做正式嘅 cosplay 大賽喎。係，都係因為呢件事引起嘅啫，我覺得，因為推得太快啦成件事。然後周圍乜嘢東勾西望啊，走去揾我哋啲 cosplayer 周圍影啊，尤其是當年嗰班道具神手啊，全部上曬鏡啊，成啊 click click 啦，又介紹道具啊，哇！嗰期真係不得了，但係當然啦，係一堆負面嘅形容啦。咁當然啦，佢介紹得你好嘅，背後嗰啲鍵盤戰士係咁砰砰聲，係咁炸咯，係啦，咁啊～嗰期到今時今日都係啦，都仲係咁多負面嘢啦。OK， 好啦，咁啊嗰陣時啦，三年後之後變翻電車。嗱，
呢套算山田有之出道咁滯噶啦。係，佢係爆嗰套嚟。呢套開始紅，唔係呢套開始人識應該話。係啦，開始爆啦。開始人認識呢個呢條友。係啦，但係真嘅山田去到拍勇者之前，佢都係正正，佢啲角色都係正正常常或者偏窄多嘅。是去到勇者先突然間同你嘣一聲，你話咩？跳翻宅界嗰邊咯。唔係跳翻宅界，同我講咩都得啊。嚇！係話去到勇者，而嗰時係同你講身體有啲乜柒都演到啊嘛。因為之前你唔覺㗎，之前喺勇者之前你唔覺㗎，係因為可能俾電車男影響咗你，總係覺得佢演唔到啲好奇怪嘅角色㗎。係啊。但係勇者之後就咩都得啦，完全冇計限啦，條友突然間。嚇！你完全係變咗太陽之歌。太陽之歌都係啦。係啦。即係正正常常陽光男孩或者窄少少，好似電車男咁。其實電車男個碌夠窄嘅啦，已經。電車男個碌好窄㗎啦。喺就算而家睇翻，你都覺得佢窄㗎。嚇！所以呢個我調翻轉喎，即係伊藤純史。電視版我都我而家睇佢，我唔覺得佢渣喎，唔渣，鹹添，太靚仔啦，不得了啦。OK， 咁啊繼續啦，咁啊電車男啦，咁啊好當年紅極一時啦，咁啊中港台日啊大陸啊都已經紅紅聲係咁起啦，係咁講啦，係咁去理解呢個宅嘅層面啦，係理解呢個動漫文化啦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好多人都係一知半解啦，然後之後係咁踩啦嚇。OK， 好咁啊，因為呢套嘢太爆啊，衍生咗之後嗰套電視劇啊，係啦，呢個 poster 啦，紅咗，跟住就拍電視版。係啦，啱啱邊個同我講電視版話？咁啊，男主角啦，咁就伊藤純史啦，係啦，正式轉咗伊藤純史啦。咁啊，當時亦都有好多人講緊嘅，喂，點解唔係翻山田孝之拍？係啦，啊，當年亦都嘈緊一樣嘢嘅，甚至點解換卡士？係啦，點解要換曬個卡士？嗰係先至吹到啤一聲，但係得意喎。係，其實佢兩個喺電影版都出場嘅喎。有啊，哇，都做出場喎，但係點解角色推咗上前啊？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，所以被人吵一輪的，真的。OK， 那麼電視劇是由2005年開始播的，即是一年後，其實沒有一年。沒有一年，爆得很快，整件事。啊，有沒有呢？因為有一年，有一年。因為電車男的故事出來是2004年。啊。電影版上都是2005年6月而已。咁咪一個月嘅咋，隔咗一個月嘅咋 ，TV 版啊，真係前後腳嘅咋，即係前後腳好快，但係佢又估到呢個勢起得快喎，即係琴晚完拍定㗎啦，拍戲邊度會一個月拍得曬成套咁快啊？除非你係一路拍一路出啊，日劇一路拍一路出嘅，一啲啲咯，唔係基本上都係㗎，日劇拍住出㗎。Okay. 咦？咁個期又真係攞得快啦！係啦，咁當然啦，播完之後，佢個勢啊，女主角啦，女主角又轉咗呢個伊東美少啦，啊伊東美少配啦，咁啊，大家讚女主角靚咗嘅，但係男主角唔知點解係咁嘈嘅，真噶，唔知點解喎，哇，寧願要翻山田孝之。因為始終覺得伊藤純史嗰陣太笑啊，太好笑啊，可能係變咗笑劇喜劇，真係喜劇咯，變咗喜劇。但係呢套嘢係講你點樣去揸到你癲，傷心欲絕，你要去玩呢個羞恥 play， 係咁踩到你落去啊嘛，都係揸你呢個咁噶嘛。OK， 如果係掙扎啊 ，OK， 我呢啲藝讀嚟嘅 ，OK 。OK， 咁啊電視劇啦，電視劇咁其實無線嗰陣時接近一年後啦，就收咗呢套嘅2006年。
咁啊，香港播啦，香港播啦，咁啊都有，我冇記錯，好似有重播過一次咁上下嘅，啊突然間間唔中睇到嘅，所以都正式，因為零幾年嗰時候網絡嘅電視文化仲未咁高啊嘛，當然要睇有嘅，嗰時仲係揾種係啊 B T 睇，仲係 B T 睇嘅。啊！要找就一定找到的，但是你要看那些無印啊、直接出啊、同時間同步啊那些生肉 啊，你就沒什麼可能的啦。除非你在日本，不是沒有的，麻煩咯，是很麻煩，而且會斷咯。當年找生肉是麻煩的，啊，現在找生肉很容易，給你添，你給錢交月費就有得看，是啦。咁其實啦，電車男啦，亦都衍生咗另外一套動畫嘅月面套《兵器美娜》。係。sorry， 我揾唔到高清圖啊，全部低清圖睇到你爆炸，所以我唔放嗰張圖。大家應該仲記得有兩嚿蘿蔔擺喺條腰間嘅一隻兔耳妹妹，姐姐啊，姐姐啊，唔知姐姐定妹妹啊？誒，對唔住啊，我啲圖我真係揾唔到張靚靚嘅圖啊。OK， 好啦，咁啊，佢整咗一套動畫出嚟啦，毫無聲防又炸起咗個套動畫，然之後再整多一集 OVA 出嚟，喺2007年1月，即係東番，2007年嘅東番就喺富士嗰度播出嚟。其實佢係2005年，跟住之後2005年出完呢個電影，再出呢個電視劇，再用1年去修整一堆嘢，再推埋呢個佢裡面嘅動畫，仲要出埋 game， 係啦，仲有出埋 game 啊，所以電車男呢個熱潮嗰陣時玩到好癲嘅。OK， 咁啊，另外啦，其實2005年嗰個熱潮啦，那個日本富士啦，那個大結局啊，即係電視版嗰個結局啊，佢就有到25.5% 嘅收視成績喎，其實都好高噶啦，即係四分一人口喎，都會追緊呢套。點啫？唔係25%。25.5%。25.5算高的了，如果是劇情很高的了，算高的，即是一般情況 你有多少套半集啊，四十點啊，你雜雜地喎，即是你當它扣你劇愛情劇這樣看都 OK 的，一套愛情劇而已，咁富士啦，最後決定開發2小時特別版電車男 DX 最後的聖戰，那是才抵死的嘛，即2006年9月嗰陣時候播埋出嚟啊嘛，總我嗰陣時揾到嘅，亦都係笑到肚都攣緊埋嘅呢集，係啦，咁啊依家唔知啦，唔知揾唔揾得到啦，咁啊嗰陣時啦，電車男呢樣嘢玩咗幾年，真係玩幾年，紅本真係咁爆，佢個勢都食得好大，即係撈曬啦，電影、動畫、電視劇、遊戲。依家美國收埋佢，玩埋呢個音樂劇，荷里活版，係啦。咁啊，成件事簡直係不得之了啦。OK， 好。咁啊，如此之後咧，咁啊，佢又真係過分得滯啦。仲加上其實嗱，都係嗰句啊，講翻再前啲啲嘢先啦。電車男其實是有漫畫的，是啦，那麼這個封面算比較好的封面，第一二期的封面都是很細張圖，所以我都是比較難找。 OK， 好啦，電車男漫畫，其實電車男不止一套漫畫的，電車男在2004年開始啦，就在日本不同的幾家漫畫店由不同漫畫家執筆嚟畫嘅，咁啊都畫咗4套 ，OK， 咁啊比較多人熟悉嘅，我諗應該都係袁秀
質嗰套，係啊。哦，袁秀珍，袁秀珍有中文版啊嘛。係啦。咁啊，呢套啦，道家大富啦，就係、是、全三冊嘅啫。啊，基本上都唔係好長，基本上其他嗰啲都係三冊啊，一冊啊咁樣嘅啫。OK。咁啊，反而係袁秀珍嗰套長啲喎，長命啲。OK。咁誒，漫畫、動畫、小説全唔係冇小説，冇小説冇玩到小説，小説佢玩唔到。小説咪原本咯。啊，小説原本。其他人玩唔到。原點係將真係將成個獨男版嗰陣時電車男條 fit 印咗出嚟噶嘛？嚇、啊！編輯過做書噶嘛？完全成條攞曬出嚟做咯。係啊。啊，幾簡單係咪？不過呢個版權貴咯。OK， 好啦，咁啊，依家啦，到咗今時今日啦，佢要同你講翻，我要唔係我荷里活同你買，就做音樂劇。咁啊，我諗大家都有興趣會比較想去理解一下或者知道一下咁樣嘅。好，咁啊，對於三年後之大家可能。都仲係對佢嘅印象比較深，加上佢依家今時今日佢玩雜玩到一個地步都幾癲，出神入化，真係無敵，汪亨都已經癲咗，扮汪亨龍啦，早排都係嗱，啱啱上聖哥啦，係啦，聖哥住，聖哥佢已經啱啱前兩日睇到報道，佢話要拗個角色俾自己啦，終於。啊！終於濫用職權啦，開始係咁噶啦，自編自導自演噶啦，唔係咁嘅咩？啊，我冇錯啊。咁佢嗱，聖哥專係佢攞嚟拍噶嘛？係啊，金仔嘛。係啊，佢攞嚟拍噶嘛。咁佢攞得嚟拍，佢唔會唔自己拗翻一職半職啩？係啊。因為嗱，啱啱今睇先，18日電視版出咗第一集，係啦。咁電影版上咗啦，香港都上咗啦，係。係難得嚟同步啊！真係難得同步。香港都同步上電影版。好喎、啊，佢覺得好賺。不過真嘅場場爆，真係場場爆，爆到。所以我都未睇。未睇，快到我買唔到飛。哇！你咁晚先上嚟嘅喂，OK。好啦，咁最後尾係咪有張彩蛋啊，台長？呢度就係咁多位山田孝之，你真係睇得到嘅。我諗除咗星星人之外，其他人都認得係山田孝之噶啦。應該嗱，我哋成日提近年日本男星咧，應該話嚇好多男星就係。成日拍動漫改編嘅嘢啊嘛，係。咁上次提過，即係有佢就等於會瀨嘢嘅新奇人啊。好煩啊！咁啊，有個叫好少少，但係唔知點解越演越僆仔嘅佐藤健啦。啊！佢啲角色越嚟越僆仔啊！佐藤健。啊！咁其實山田孝之都係嘅。係。山田孝之都係演咗好多動漫改嘅嘢嘅。嚇！咁電車男其實啦，雖然本身唔係啦，本身係二 channel 嘅 lock， 咁極勉強算係啦。但係佢我自己嚟講，我最初睇佢動漫嘢真係 cross 啊。竟然係？唔係芳村？唔係芳村，再之前 cross。哦。即係香港熱血高校。哈哈哈。cross 三部曲，因為 cross 三部曲其實電影版係前傳嚟㗎嘛。係啊。漫畫之前的故事嚟噶嘛，講佢哋學校最早嗰、那個嗰、那個那個老頂點出嚟噶嘛。嚇！阿山田就係演個老頂，田澤。五個撲水的少年。撲水唔算乜嘢啦，撲水唔算動漫啦。唔算。撲水本身唔算動漫啦。好勵志添。撲水唔係嗰樣嘢嘅 ，OK。撲水令我諗起方力申嘅啦 ，OK。因為撲水我都有睇，但係佢印象唔深嘅。其實他印象不深，
真係山田個角色唔太出嘅，唔太出。反過來後之後，熱血高校 Cross 去演阿勤澤，哇！佢同小律孫打到傻，係打足三集，咁係咁噶啦，打足三集。咁即係嗰陣時啲動作又好睇啊！佢嗰套以一套飛仔打膠片是好看的，真的好看的。我是因為這套東西，我是某程度上撐三池松子的。你竟然是這樣？三池拍動作戲是好看的，其實。但很多時候是比，為什麼近年經常說他拍爛而已？是套東西本身爛嘛。喂，你火星小強本身已經不是好東西了。這個真的。Zozo 其實 Zozo 就非戰之罪嚟嘅 ，Zozo 本身就難搞。係，佢拍到咁嘅樣，我已經算我覺得係 OK 嘅啦。係，我覺得 OK 嘅其實。係啦，殺戮都市都係啦。係啊，殺戮都市啦。咁啊，芳村阿星，我真係唔認唔到佢㗎。阿星係第一鏡認唔出㗎，我都係睇咗幾鏡嘅。啊，之前你睇完你真係認唔出，你一係就睇 staff， 睇 staff 咯。啊，你一係認聲，睇 Rora 見，跟住之後睇 Rora， 啊，三年後知嚟㗎，真係咁啊！成件事爆咗啦，嗰陣時都係。而近年佢演呢個動漫角演得最勁緊係丑道啦，吸血鬼王。不是摩亨咩？摩亨都爭啲，摩亨都爭啲。好華咯，你 Capcom 未俾翻只，新田我知我打唔得。啊啊，未計。未，仲未有新田。計唔到完全。OK， 明白。但係佢演吸血鬼呢王，佢演阿丑都係好似嘅。係。由個碌到講嘢嗰個性格，講賤格應該話。嗯。講冷血賤格嗰樣嘢，完全俾曬你。全足啊！嗰啲係好足啊，好膠足氣，真係膠足氣。嚇咁誒，再對比翻下面嘅電車男，喂，兩個人嚟嘅，所以冇嘢咯。真係兩個人嚟嘅，冇嘢，認佢唔到啊！真係認佢唔到喎。再對翻上面嗰粒星，你乜水啊？擔住後邊，你乜水啊？你認唔到㗎？好似隔離歌姬和裝啊！扮藝妓呢一刻，醒唔起邊套咧？藝妓呢一刻咧，其實認到嘅，係認到嘅，認到佢嘅。印象。嚇！但係唔記得邊套。咁啊，都佢自己啦，亦都係作為一個其中一個拍動漫劇，又唔係話有潛質嘅，拍到發咗圍嘅人咯。啊、又不會說、拍到人家覺得悶啊，不會即是山崎算了、啊、很悶、啊、真的悶的，山崎可以悶的、啊、還要好看得來，都是要導演的問題啦，這件事是不是這麼說？其實挺有趣的，山田我只是少數你拍普通的事、啊拍戀愛嘢，前排呢個五十次初吻啦，係啊，係普通愛情劇啦 ，work 嘅 ，work 嘅，佢搭場就係 work 嘅。咁你拍翻啲港獨用動漫打底嘅，咁電車男好，熱血高校好，殺戮都市甚至暗金阿星呢啲，你完全覺得冇問題嘅喎。是啊、入戲嘅喎，入戲入格嘅喎，佢仲有拍其他武士劇咧，係咯，嗰個咩那夜嘅武那夜的武士啊嘛，仲有另一個敗女之城阿女先，另一套啦，咁其實佢都好多好正嘅日劇，超人對決啦都係佢嘅，嗯，嚇、啊，咁啊曱甴算啦曱甴。曱甴都好似關佢事啊！曱甴佢有份嚇啊！爆漫啦，爆漫啦，爆漫都有佢份啦。咁啊 ，Zozo 啦 ，Zozo 啦 ，Zozo 啦。咁另外啊，不過都算係咁噶。不過最經典都係喺上年年中啦，整咗自己隻三年後之 3D 出嚟拍自己啊！
系啊，嗰下你先至笑笑到肚都攣埋。你中意藤原龍也？竟然係咁，唔緊要，大家都有自己喜好嘅明星啊、影星啊、歌手嘅，都唔出奇嘅。咁啊，今日啦，叫順勢啦，介紹埋電車男俾大家認識啦，同埋介紹下正式叫做講解一下三年後之一啲戲嘅 character 咁樣啦。咁當然啦，要講嘅真係成板子咁長都未講曬，十幾年啦，點講啊？啊，佢出道作2003年，啊粗略估計啊，我冇記錯2003年啊。包萬唔話係第二個人嚟嘅，係啊，你睇下編劇邊個先？佢真正式出道作都係動漫嘢。電視劇不過是天就不是那套啊，電視劇我還知道電影是天就的感應少年哦感應少年是他的，他有份明解，他有份真的 很大鑊了原來感應少年是他的。星星人那套看過，星星人那套星星人不是芳村咯，芳村咯，芳村爆笑團咯，係啊，翻到碌一碌先，再翻去睇下先，真係好笑呢套嘢。OK， 好啦，嚟一嚟大畫面啦，唔該台長啊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日啦，順勢又講一講電車男嘅回顧啦。咁話曬都過咗十幾年啦，咁啊唔知道啦，會唔會再攞翻電車男嘅日劇啊、電影啊，再出嚟重温啊？咁可能到時候又有得再睇啦。咁其實依家網絡上，我諗大家都應該會揾得到種嘅，應該唔會死得人嘅。但係高唔高清係另一件事啦，都係比較中意入戲院睇嗰種感覺。OK， 好啦，咁啊三年後知時間，三年後知嘅時間就係咁多啦。咁啊下個禮拜我喺台灣睇下夾一夾會唔會有啲嘢播下啦，如果冇嘅都會同台長單聲啦。咁啊，下個禮拜有機會再同大家見面啦，拜拜。